终于等到你哈，我没放弃了，我这太难了。你终于有人跟我。咋的了？你犯病了，小姐姐，你是不是缺爱了？啊？没有，啊、我已经努力掩饰自己，就是接不到单的尴尬，好不容易接到一个。嗯。你接单，你平时你都接不到单了，你还不转职，那你还干什么陪玩呢？当其他的工作不行吗？赶紧找个班上吧，去服装厂找个班上，好吧？我不是，我感觉你应该没有不太好找女朋友吧？我不太好找女朋友，哼，主播是高富帅啊，不是老板是。高富帅，我平时喜欢看一些主播的啊。你喜欢看主播啊？平时喜欢看一些直播，喜欢给主播刷刷礼物，因为我是高富帅，钱太多了，懂吧？哇，可是我感觉你性格有点直，现在小姐姐会喜欢你这么性格直，就是那种性格直的才好，你懂吗？你喜欢那种见面就撩你，撩的你不要不要的，你喜欢啊？你不怕他是一个海王吗？从你跟你讲话，你不会你长得好看吗，小姐姐？我都掉粉了，你说我长得好看吗？你为什么掉粉？你不好看的点在哪里啊？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他们觉得我太好看了，高攀不上，然后就退纷纷。哎呦操！你是小姐姐花里胡哨的，你小姐姐啊？纷纷取关。哎，那你平时就是你是高富帅吗？那你平时就是自己工作吗？平时的话，平时的话，就看看直播。对，看看直播，对，看看直播。你的工作就是看直播是吗？哎，对，我是开那个直播公司的，小姐。哇，那很厉害，你们公司。就是旗下的小姐姐是小哥哥多还是小姐姐多呀？我们只招女主播，有没有兴趣来我的经纪公司发展一下？你们就是经纪公司的小姐姐都播什么呀？播啥都有，播颜值啊，播跳舞啊，播游戏啊，都有啊。你到时候可以打完这把，可以发我一下你的个人简介，我看一下。你有没有发展前途？如果没有前途的话，我是不收的啊，好吧？好，那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我长得。你长得是什么类型的？是属于是那种御姐型的吗？我就是很普通，普通通。就普普通，普普通通，找个班，找个服装厂上个班不行吗？我看你是癞蛤蟆是青蛙，长得丑玩得花你，厉害。你会的谚语也挺多哦，还好吧，略懂一二吧。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。切磋一下，您配吗，臭妹妹？配几把？我是配钥匙的。你笑起来好像小学生呢，小姐。我们家。你笑起来好像小学生呢，小姐姐笑起来。这一波狮子狗可能会过来。算了，偷个鸡吧。好。来、哎、呀。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不行，说鸡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小姐你好可爱，可爱想日那个想。哎，可爱，我不听了。小姐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感觉你挺可爱的。我不是啊，这好像也不太对啊。我要是说我是真傻，承认我智商有问题；承认我装傻。好像也不对，小爷长得小爷挺可爱的啊，哎呦，感觉让我回到童年一样。哎，狮子狗，讲你也能天真无邪，真的吗？就你就是自己没事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就不，然后你就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我是个哑巴呗？啊啊，什么情况？最近有点上瘾，不。你感觉你有点老年痴呆，你给我发张凉快的照片，应该不用了吗？
什么叫凉快的照片？就是在背景图里面有，就是我把我们家空调展示出来的那个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你这话说的啊，你把老板当傻子了啊！我的意思说，你平时会穿一些就是那个性感的衣服吗？平时？性感还没有，没有啊，不至于。看，听出来了。我看听你讲话，感觉你应该是父母管的比较严、家教比较严的一个小姐姐。嗯，我给你发张我的照片吧，好吧？好 ，OK。你应该是你看了我不要犯花痴啊，先跟你说一声。那不行，这控制不了的。控制不了。我就喜欢长得帅的小哥哥。你不要淌口水啊，淌口水过分了。给你发张我的完美侧脸吧，好吧，都得不用逼逼了。你这个声音怎么发出来的？我等一下要是看到你真的帅，我也要发这个声音。好，兄弟，你这样吗？你怎么这么喜欢模仿别人呢，小姐？啊，人生的乐趣就是当个复读机。啊，真是你啊，身材还可以啊，小姐。哇，还可以啊。嗯，你不像胡歌呀，你像霍建华是吗？这是你啊？不会吧？我发了好几张照片。这是你啊？你长这么好看，你给我装什么呢？这位小姐姐，不好看。长这么好看不好看？我觉得不是很好看，就是中等偏下一点这种长相。你这个小姐姐一本身，而且还长这么好看。我靠，你这个小姐姐我必须要关注一下你。总感觉你平时没好看的啊，好看啊。喜欢什么样的对象啊，介绍一下，到等一下叫我的那个朋友去关注一下你，私聊一下你。我好吧，就是比你就是可你差不多帅就是、比我帅一点，那不可能，这世界上已经没有比我更帅的人了。嗯，那暂时不用了吧？啊，什么意思？那我这样的怎么样？行。你这样，那我看不上你啊，小姐姐。